老师，
们天津君子还要或者篮球君子，我真是受不了。君子他有君子困境的时候，可是君子知道怎么去忍耐，而小人一旦遇到困难，就开始逾越规矩，放纵放肆。孔子见子贡在一旁，脸色也不好看，便转头问说：“端木赐，你认为我为什么会嫉妒他们的功绩？难道是学习多了才嫉妒的吗？”“对啊，老师，我们都是认为是学多了才嫉妒他们多，难道不是吗，老师？”“非也，非也。我有一个东西一直放在手中，这个东西是我可以奉行一辈子的，大概就是书法。年轻人，宽恕一点，你这么生气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不如静下心来学习。我们现在遭此困境，确实艰难。难道是我们的方向和道有错吗？”“您的道没有错，您的道太大了，大到天底下的小人容不下。如果您能把您的道的标准降一降，或许能为天下人所接受。”“是啊，世界上再好的工匠也无法做出令全世界满意的手工艺品啊。”孔子无奈离去。子贡复楚，楚昭王兴师迎孔子，孔子与众弟子才得以解救。多年以后，孔子病重，子贡与孔子的师徒际遇也即将走到终点，子贡前去探望自己的老师。谁呀？是我子贡。是啊，你怎么才来啊？479年，孔子离开了人世。唯有子贡在老师的坟墓旁结庐守孝，一守便是6年。不管历代统治者曾经给他多少头衔，我们记住了孔子就是万世师表。想想孔子的消极安民，为政者可以深长思之；想想孔子的诲人不倦，为师者可以反躬自省；想想孔子的见利思义，为商者可以扪心自问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孔子，他既是庄重祥和的，又是和善可亲的。这样的形象既是历史人物孔子精神气质的外化，又是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代表。他将随时激励我们，伴随我们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。谨以此卓句祭奠先贤孔子，并祝天下所有的教师教师节快乐。